飞碟空中义卖会。大家好 ，HiQ 呢，中华海洋生技呢，从养殖起家，那我们关心社会这个公益也行之有年了，那一直希望说能够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。那我们从过去捐鱼到现在，也至少有三年了，卖一捐一的活动。那目前大概应该有捐145万条鱼。那这次非常荣幸的受到飞碟电台的邀请，能够来参与这个飞碟的空中义卖会。那我们希望透过与中华民国红星智慧的合作呢，能够帮助一些弱势的一些孩童，不只是在营养上面的照顾上，也能够希望让这些孩童们呢，能够有无忧无虑的这个童年。龙虎斑呢，事实上顾名思义就是用龙胆再加上虎斑，然后结合而成的一只新的鱼的品种。那它有了龙胆也有虎斑的这种两只鱼结合而成的优点，包括它的肉质非常的 Q 弹，非常的细致，同时呢，它极富胶原蛋白，那对我们来讲是一只非常非常极具营养的一只好的一个鲜鱼。我们这次义卖的组合呢，主要是以龙虎斑为主，那整只的龙虎斑呢，我们把它分成的鱼头啊、鱼下巴，还有鱼身体，那鱼身体就做成了鱼排。那整只鱼呢，我们也帮各位贵宾非常帮忙的删去了。什么叫删去呢？去鳞、去鳃、去肚，你很轻松的回到家，只要用清水稍微洗一下就可以来做料理。那全程呢，我们呢急速冷冻，那免费帮我们的贵宾啊宅配到家。